Hello， 大家真的是非常闷 ，OK？ 最近真的是太闷了，我朋友打王者，喂，拍我 ，OK？ 大家这一个衣服呢，就今天到的 ，OK？ 我其实很久之前呢，我想定了就买了一装，就穿上去和所有花人穿上去，到底会怎样的 looks？ 所以我就去 Uniqlo 买哦，所以就这样子穿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因为毕竟我买来呢是为了呢要在家穿的，因为很通风。OK， 所以我最近发现呢，小明应该会喜欢买婆。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买好了马来衣来 test 穿，以后他娶老婆就是可以开始穿马来衣。其实马来婆我觉得是不错了，因为马来婆啦，还会煮那些的嘛给我吃，我又很喜欢吃嘛，是吧？你知道每天叫不叫不是我要讲那些的嘛？对对对，不错。我的朋友尴尬了啊！所以其实每一天我都过得很闲。由于他刚刚睡醒啊，应该是说有一点害羞这样。然后最近我讲话了有点 KK 这样，所以哦，你可以看到最近我影片呐、很少讲话的，因为我讲话太过 KK 了 KK 这样，所以我都没有心情讲。哇！点嘛，你这个给人家 prank 的人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大家请看这个影片。点个评分。是不是很搞笑？他就是这样子 ，OK， 而且是完全没有戒备了，他真的是真实反应 ，OK， 真的是好笑，我们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笑，真的是完全是看不闲的 ，OK， 这个反应。天宝啊，我那时候闻这个，我两想啊。他的那个名字啊，永远都会歪向一边的，这个就是阿旺房间啊，永远都会歪一边的。OK， 其实我每一天楼梯都是这样子，睡醒按电话，然后直到我听到外面有人之后，我就会想要出来了。这我收拾房间了过后出来，他就会开这种歌了。我怕会有 copyright 啦，所以我就不要给你们听这样多了。OK， 怎样？最近你用什么 hero？ 最近我用狂铁。狂铁啊？对。哇。我要做战士。战士。对。像如果我的观众想要给你弯弯，你会给他弯弯吗？对。哇。因为我太那么。哇老哎、OK 啊，其实他用狂铁是很不错啊。最近我们都玩王者荣耀，然后有时候那个线啊时好时坏这样子，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，所以哦很头痛。现在真的是没东西做啊，晚一点有一点东西做够，我再继续拍。OK， 讲晚点见，快晚点见。You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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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， 对了，还有很多人问我关于就是我是如何学钢琴，我是不是自己学，还是讲我有去外面学？其实我真的是完完全全是自己学，然后我学的方式呢，也是比较没有这样效率的方式啊，也就是如果是想要偶尔弹一下，就是玩玩这样啊，就可以用我的方式。可是如果就是想要很专业这样子的那个方式啊，就不适合用我这种方式。我的到底是怎样的方式呢？其实我就是开 YouTube， 就去找自己的那个想要的弹奏的那个音乐，所以我就去找哦，找过后你就打多一个 piano 的字眼，就比如说很爱你 piano， 它就会出很多 result 出来，其中有一些 result 它是有那种notes 啊在上面下来这样子的，然后你就跟着它按就可以了。其实我就是这样子练习而已，就是我是跟着它的 note 讲按，我就记下来，然后我就跟着按，然后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，直到会为止，就真的是很不效率啊。总之，所以如果你们很想要比较专业这样子啊，就最好就是去找真正的老师学啦。可是现在是比较难的，因为现在气候啊，而且疫情越来越严重 ，OK， 越严重，政府就越开放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就没有办法了。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共患难 ，OK， 大家一起加油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以我这样子的方式去练习啊 ，OK， 就这样子。Oh yeah， 狂铁仔 ，Oh yeah， come on baby。哟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很想分享给大家的，就是其实大家有看我的那个 Instagram 都知道，其实最近大家有送我就是生日礼物，收其中一个礼物就是 MacBook Air， 然后就是用了几天都好好的，突然间就是昨天开始，我的荧幕就出现了一些闪屏的状况，就像这个影片这样子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很夸张啊，然后最近呢，就是 MCO 也没有办法去维修这样子啊，也没有办法去做很多事情，所以其实我也是有点担心的。
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啦。其实我本身也没有弄跌，也没有弄到什么东西，就其实讲真的，我就是放在这边用罢了，然后剪片那样子，所以还会遇到这样子严重的问题，我个人是非常的担心的。所以我也希望如果大家知道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其实这一件事情对来讲是有点小失望啊，不用剪音，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它的系统，它系统就是完全的没有问题。而且这一次的这个 MacBook Air 的这个M1 的这个系统呢，真是非常的省电，而且操作也很流畅啊。总结来讲，我个人用到是非常满意的，除了这个问题就是闪片问题之外，其实 overall 则是很好用。 Siri， Hey Siri， 我们一起玩成语接龙好吗？我可以在 iPhone、 iPad 和 HomePod 上陪你玩成语接龙。在电脑上不能够玩这个东西，可是大家可以 try 看，跟自己的 Siri 讲啊，想要跟他玩成语接龙啊，他会陪你玩。 OK， so 这个是我的一个无聊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啊。so 刚刚呢，我就无聊了，我就躺着刷 Facebook， 然后突然间看到有一个人呢，他 post 出来就讲他去打疫苗。so 那个护士呢，就他怀疑护士跟他打空针，因为呢那个东西呢是已经安置下去了，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剁了就爆出来。然后那个人就问那护士讲，那个 vaccine 有没有打进去？然后那护士竟然回答咧，应该有啦，应该有啦。可是如果你觉得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再帮你打多一针。然后他真的是帮他打了第二针，我整个傻眼。所以现在咧，讲真的，很多咧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就是打空针的状况。所以你们一定要看着那些护士帮你们打进去那个 vaccine 那个疫苗咧，你们一定要亲眼看着他打进去。所以哦，这样子就可以确保你们是真的是就真的是有接种到哦，要不然的话就很浪费时间啊，又危险哦。这样子就算怕也要看着他打，真的。 OK， 不要做楼层啊，不要做楼层，不要给他骗啊。 OK， 不要一直骗我嘛，明明食物都还没有到，你叫我下去等了十个分钟。我会看他打电话给你，这是讲什么来啊？没有啊，很久等这样久没有人，我不要等了。很堵然的，这种人每次要人家提早下去哦，结果等了十分钟都没有到。Ben， 你看还在外面呢，还在外面呢，看到吗？还在外面呢。妈的，发哥，压死下来，哎，压死啊！点啊你！终于拿到了我们这个饭后甜点 Auntie Anne's， 然后我吃的都是 almond 的，所以哦，我推荐大家吃 almond 的，非常的好吃。OK， so 今天是第二天了啦，我们再继续打王者。OK， 刚刚我们就在这边附近的一些小地方拍照，所以我就 po 了这一张照片。OK， so 我的大老公，哎，有 sexy 耶，哈哈哈，机会啊，怎样 ？OK 吗 ？OK， 可以啊，今天如此了，如此了。今天小明的拍照技术有进步了，有，够烂的这些，今天讲弄烂笑话。然后今天我躺在这边一整天 ，OK， 然后呢就是没东西做，所以现在我就打算跟大苗哥练习我们想要玩的英雄，就是在匹配那边玩 ，OK。我本身呢是很喜欢玩马超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很有节奏感，嘟哧嘟哧嘟哧这样。然后呢这个系列就喜欢狂铁，因为他喜欢 crazy 的东西。我们已经玩了大概一个钟多这样子了，感觉上是这样。然后呢今天不是一个打王者好日子，今天连输。哇连输，一直连输，算了，今天就先休息一下先。你看你们有没有试过遇到队友呢？一杠十一，三杠十一啊，有没有这样的队友？不简单啊！所以大家，水枪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东西做，没东西玩了，怎么办？爆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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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大反应了喂。